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 JY 为您带来的《英雄联盟》教学啊。这我们也就不再规定什么新手不新手了。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视频，就是适用性挺广泛的，不管什么阶段分段的人吧，都是这个可以能接受的。今天呢，为大家带来这个时光老人的 APC 的教学。那我们要说一说啊，时光老人以前是个辅助，成功转型成了这个 APC， 那也是因为他强大的支援能力。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时光老人这个英雄啊，我这边出门还是买一个鞋子加三血。时光老人这个英雄很简单，就是说优点在哪？优点在于他前期啊，这个炸弹的射程很远，可以很好的就是骚扰对面的英雄。而且呢，他这个 E 技能加速和减速，配合 W 这个技能的重置 CD， 以及包括他的大招啊，大招和加速减速可以让他前期在对线的时候有很好的生存能力。前期呢，是这样一个霸线的角色。那在这个中后期呢，他的更多作用啊，有50%是输出啊，作为 APC 一个输出，有50%呢，作为支援能力，它并不是一个有效团控啊，这个也就是它跟安妮的差距啊，安妮它在中后期是一个很有效的团控啊，这我们都知道，然后呢，也有很高的爆发能力，爆发能力是时光老人所欠缺的，它并没有什么爆发，但是它有一个很好支援能力，这个也是两个不同的 APC 的定位，技能加减方面，这边主升 Q， 然后E级 W 负 E 有大升大，然后天赋这边呢还是选择的，左边攻击天赋点出点火和法穿，右边呢天赋点出倒数第二排的这个，减 CD 啊，这个都是一个标准的法系通用天赋。雕纹方面，我这边就比较无脑了，这个我是红色、蓝色法穿，其他全打的这个法伤全是固定的啊，全是固定，没有打成长。好，这个我们这边上路是李森上单，下路这边是宝石，也就是这个这场是我跟法魔双排，法魔这边保贝恩，然后 NOC 里面在打野。中路这边发条啊，我们说一下吧，发条现在是目前版本最 bug 的英雄，没有之一啊，这个他的地位已经无人能敌了，马上就要被砍，近期我也会找时间做一期发条的，当然我也之前承诺过做其他的啊，这真的是时间太少了，大家见谅啊。下路这边是薇恩啊，薇恩是杀死对面的这个女枪，然后应该是我们这个 NOC 死掉了，然后鳄鱼也死掉了啊，这个不错，我们这边 ADC 也就是薇恩拿到了两个人头，那对于这场他的这个中后期发育会非常不错啊，尤其是这种 AD 英雄嘛。好，我这边呢也是有炸弹就能给，就尽量给他上，但是问题是在于他这边有盾啊，这个也就是发条，你看给他上个炸弹他上个盾，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伤害了，这盾都破不了，这就是发条前期让人比较恶心的一个地方。当然了，我玩发条前期都是QW 升啊，盾我都有时候就点一级，有时候都不点，看情况啊。像这种对时光老人呢，他点一点盾是非常正确的啊。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法魔来这边干，我这边先别太激进，别把他吓跑了。兵线这边呢，对于我来讲还算凑合，但是不是很理想，因为真的想过塔杀他杀不了啊。法魔这边上了，晕他一下，给他一个二连之后，并没有就是能造成一个击杀效果，或者说让逼出他的闪现技能，他这边还是吃血瓶的看，哎，吓我一跳，这龙龟出来吓我一跳，他没有嘲讽，二级应该没什么事儿，我回来看一看。哎，我这边没有第二个这个炸弹啊，好，有了，行了，那他已经死了，这个刚才是龙龟应该是有一些失误，他这边他应该是升的壮吧。应该称是撞，但是他过来之后可能撞的时间没了，然后没了之后他只有一个 W， 然后很尴尬，然后这边被我和宝石杀掉了。其实刚才我回去是想找机会杀发条的，但是没想到龙龟这边血啊更少一些。好，四级之后我们一级 W 一级 E， 没有什么关系。发条前期点人还是挺疼的，他的这个攻击会附加一个这个自己法伤的伤害，
而时光有点尴尬的就是，你给他上雷了之后，他可以合理的控制他的兵线，他可以把他兵线往他选择推还是不推。他要想往你这边推的话，他就不会炸到自己小兵；他要是想往他这边推，他就去自己炸小兵去。所以说他很怎么说呢，就是他可以控制好他的兵线，可以甚至说可以一直保持一个安全距离。你看我现在给他上一炸弹，他就往小兵身边凑啊。不过还好，我现在五级之后炸他一下还挺疼的。炸弹这个技能啊，基础伤害就300多，就是到了这个满级之后，所以说还是有一定伤害的。前期是有一定小爆发，在中后期就没了啊。中后期这个伤害就不够看了，不过没关系啊，这个前中期就够了，尽量是把前中期打出一个优势。兵线推过来，我这边没有多少蓝了。下路这边漂亮，又杀死了。那这场我觉得我们的 VN 还是很给力的。版本问题啊，最近也很多人跟我说要推荐买什么英雄，也推荐一下吧。首先要确认一点，等会儿先看一下这边宝石怪，我没蓝啊。这仿冒要自己单杀是吗？差一点，还真差一点。我这边有一个炸弹蓝，他就死了，可惜没有。简单的概括一下啊，我这边回一下家。是这样，玩游戏，玩竞技游戏，一定要跟着版本走，这是我多年来的经验，就是包括我以前打《魔兽争霸三》、打《星际二》、打这个《魔兽世界》等等等等吧，都是我跟你说的经验。玩《魔兽争霸三》的时候，我非常固执，一直很喜欢 UD 这个种族，然后那时候打职业也一直用 UD， 到最后真的是就不行了，然后就退役了。这个没办法。然后打星际也是种族的问题嘛，这个当然了，星际现在我打的那时候那个版本啊，就是飘忽不定，各种改，所以一个时候一个种族一个年代啊。这边龙龟 gank 啊，定住，好的，我这边给个二连，给个减速啊，他这个盾的时间啊，盾的时间没了啊，把他打死了。好的，这样的话我杀死了两个人了，已经有两次击杀啊，钱还是比较不错的。等会儿再说，我看现在能不能找机会杀死发条。发条血不多，我现在有了大招，有了双连之后，他可能有可能能给他带走。五个兵，再摸摸他血，往后撤，不着急，现在先摸他血。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上已经没有恢复物品了。他如果这回还不走的话，那他就死了，因为我有闪现和点火，闪现点火，闪现过去，二连放个点火，找机会。开加速，好，就是这现在，行了，他应该死了。他上盾也没用，因为有点火加二连的这个炸弹。刚才这条击杀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一定要算好自己的蓝，就是蓝一定算好，千万别就是说放个炸弹之后重置一下 CD 之后第二炸弹蓝没有了。因为我之前还用了一下 E 的这个技能。好，杀死发条之后，现在中路这边优势已经很大了，龙龟又过来补线，哎呦，高兴死我了。我现在一看龙龟我就高兴。好，接着说这个竞技游戏的问题啊。这个魔兽争霸三星际说完了，我后来玩这个魔兽世界打竞技场嘛，然后最早三赛季是拿着龙了，然后后来就没怎么玩，然后七赛季回来没拿着，因为我玩野德，然后八赛季我还坚持玩野德就悲剧了，就是ZM打到死活你就上不去啊。这边给个龙龟二连，这个发条过来了，我觉得我要死。没看见发条，也太过于激进了。不过还好啊，这个龙龟人头是我的。哎 ，EZ， NOC 是跑了，这边是一个虚弱也跑了。NOC 真浪，真悬啊！这俩人。好，回去之后，那这个更新一下装备，不够1600，先把这860这个东西出了，然后买个血瓶和蓝瓶。刚才挺悬的，接着说啊。然后我记得我打魔兽世界之后是八赛季依然坚持 ZM 这个组合，打到2345就上不去了。所以总结下来的经验就是，你别跟版本较劲啊，哪个版本什么东西强啊，你就跟着玩。包括像以前我非常执着于血鬼，我觉得血鬼英雄太帅了，太好玩了。然后我现在我一盘血鬼这个排位赛我都不打了，因为被砍了嘛，对吧？也不一定，以后加强了还会再玩。
或者说以后某个特定的组合阵容下我会玩，因为对面少控的话还会玩吸血鬼，但是吸血鬼现在真的是玩的不多了，所以现在给大家推荐一些英雄。那法系这边，安妮和发条比安妮地位更高，但是安妮也是很 bug 的英雄，这两个英雄。然后呢，就是 AD 英雄呢，没有什么 bug 的 ，AD 英雄都一个样啊，就像大嘴啊、薇恩啊、小炮啊，都可以。哎，看一下下路这边过来，鳄鱼没什么血，我现在先给这个好运上炸弹，给个减速。我这边有复活，给他的炸弹。啊，我这边没事，我这边起来之后啊，拿掉了他这个人头。刚才挺悬的，我放完这个炸弹之后，我蓝没了，但是我算着应该是有大招的这个蓝，然后还好在那个炮塔射出最后一下之后，我就狂点键盘的这个 Alt 加 Q， 还是点出大招了。哎，这边 NOC 插入，这边哎呦法魔死了，法魔这边他法魔就是特别喜欢浪，就是他特别希望自己低血量能勾引对手。啊 ，EZ 这个大不错。好，这样的话又是几个交换啊？还行，现在我这边14-7，我这边5-1死，还可以，还算顺。这个 AD 啊，刚才说到 AD 英雄了 ，AD 英雄推荐这几个 AD 都是目前比较热的，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其他的这个位置呢，坦克现在真的没有什么特强的坦克啊，现在基本上都是打野坦。推荐就打野坦，木木就不用说了，万年的这个大团控嘛，这个大家都知道他的地位，不能说太 OP， 但是也是很好用的。最 OP 的就是李森啊，李森这英雄，你说又能这反侦察，又能显隐，又是精灵英雄，打野又无消耗，然后呢，他打野吧还特快也就算了，他机动性还强，就是各种 W 飞，然后 Q 你脸上，Q 到你这给你踹出去，再 NQ。再贴你脸上，就这种机动性特别让人烦，这是一点。然后包括李森，他最重要、最让我觉得他 bug 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在前期出坦克装备时还能有很高输出，并不像这其他的坦克，像加文斯士啊，像其他这个什么刀锋啊，前期装备英雄没有伤害嘛。所以说推荐打野用李森啊，基本上就这些。发条现在也是，他这个 QW 连击的这个伤害很高。我这边中路被消耗，没有什么血了。这边来拿一下蓝 buff， 是这样啊。在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蓝 buff 是给自己打野这边英雄的啊，这也不说，因为他前期打野需要蓝 buff 的这个支持。从第二开始，你就应该 APC 中单 NPC 就应该把这个让给中单的 APC 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就是。算一下时间，我们打中单 NPC 的时候，自己打野英雄，他这边快去蓝 buff 快刷了，他去打了，你把兵线先推过去，推过去之后直接去抢他这个蓝 buff， 他不给你就抢，这个因为没办法。如果两边的第二个蓝 buff 给 APC 了，完全是不一样的。好比说我跟发条，或者说火人和安妮，谁拿着蓝 buff 谁就压谁，所以说非常重要。而对于打野英雄来讲，他第二个蓝 buff 刷新时间之后，有可能打的顺子都已经到6-7级了，那就无所谓了啊。这个有没有蓝 buff 都行，当然有蓝 buff 更好。所以说，我们就算队友不给我们，我们也要抢，这是一定的。啊，像这种情况，我就绝对不会说啊，我要玩打野，我就不会让。我玩打野，我也会让的，就是我会叫中单的英雄来过来拿。除非他前期好比说0-23、0-24，那算了，那谁给你啊？给完你之后你就给对面了。好了，这边直接闪烁，这个二连上来之后直接死掉了。啊，上路这边没有兵线，去支援一下。时光这边的装备还是，我的初装还是多兰。啊，这边看一下，双 buff 一在上。哎，他能抓他去了。啊，我这边是开大。啊？这 bug 了，我给自己上大了。不行，我这个视频到时候发出去之后，我一定要看一下这个
大概是多少分钟，14分钟的时候我杀 EZ， 这个我绝对是给自己上大了，因为我大都进 CD 了对吧，然后我被小兵打死的，但是我看我死之后我这个 buff 还在啊，那我怎么死的呢，不清楚，我到时候看一眼吧。这个我刚才算得很好啊，我一条命拼他的一个双 buff 值了，然后我不应该死啊，这肯定是个 bug 呀、啊。到时候我这个视频发完之后我看一下吧。没问题啊，这个愁死我了。好，回来中路好多钱啊，先收一下。哎呀，我刚才记得真的开大了，难道时间到了？但是我刚才死之前看着有一个东西转啊，不纠结这事儿了。下路这边这个啊，应该没什么机会吧，插个眼然后接着回中路。大家可以看到我打单人排位赛几乎是不去边路gank的，这个当然了，单人排位赛用完你也可以，哎，先看这边直接加速，他交闪现敢过塔不敢，哎呦这个大啊，漂亮漂亮啊，一再来一再来了，我已经不相信我的大招了，还好我没死，但是我相信爱情了。踢到了，踢到我没蓝，算了。这个我刚才都虚，是不是一再能破大招啊？然后我给自己上车，还好能复活，没关系。那中路这边又是有一个很大优势，建立很大优势之后回去之后，我们把这个1600出了，然后先奔帽子，帽子之后就出法穿，如果顺的话。说一下，我们在比赛当中经常看到有人出时光杖啊，这个为什么出，为什么是这样，我跟大家说很明确的，很多人都在问我，单排和时光就是什么什么呀，单排和五人组队排位赛，先看这边，哎呦给了一个虚弱真伤，开大消一下视野我这边能给谁上炸弹就先给谁上，算了，加速还给加速给自己吧，拼不过他。下路这边是薇恩和这个啊，对面鳄鱼有个晕，龙龟虚血还敢浪哦，我要这个蓝 buff， 我必须要啊，先给发条一个双连，好，发条应该死了吧，死啊，死完之后给自己一个加速，行，这个应该我拿了，这个蓝 buff， 好的，蓝 buff 拿完之后，鳄鱼那你也死了，我有蓝 buff 了对吧，而且我大招好了，好，不需要，好的，那这个接着说，说回来啊，这个也是说了很多问题，就是我最早安妮第二期出了之后，很多人都说你安妮中单到11级你不去gank，那一场是那一场不是单排，那场是五人组队的排位赛，所以说五人组队排位赛跟单排不一样啊，这个五人组队像欧洲这边就是什么欧洲，就像大型比赛方面你中单去干可没用啊，就是各种眼在这摆着呢对吧，所以说你去了会浪费很多的这个经济和经验，所以说没有必要，还不如中单发育，中单发育的话出什么装备好，那肯定时光啊，发育性装备这个都不用说的，而打单排不一样，打单排我这边喜欢什么样啊，就是三多蓝两多蓝到三多蓝直接奔帽子这种一个出装的行为，而且前期有机会的话我会去gank的，因为我包括在网通打就基本上插眼人很少，而且现在流行一种就是绕草丛的gank，就是从你这边绕进草丛，这边对手发现不了你，他最多做河道眼，他看不见你的，所以说你从这个河道这个草丛进去之后呢，他是发现不了你，这个gank几率会很高，而打网通的时候直接摸着河道过去都能gank死人啊，打电信的时候呢就是感觉就是要麻烦一些，但是也确实有gank的几率，所以说单人排位赛也是可以去gank一下的，但同样你要自己斟酌这个东西。好，这边我们看一下啊，晕着谁谁叫贵啊，晕到了二连跑哪去了啊，行了无所谓了，他反他也得死，哎呦啊，给法蒙个大，给个二连，
完了，哎，我这边不应该过来，我太想杀这个发条了，发条刚才第二个炸弹炸死之后就剩一丝血，我没有炸死，哎，这波伤了，这波太浪了，应该我刚才应该给法魔大之后我就从上边撤了，这样的话回家之后装备更新一下，是两个多兰戒，一个法穿鞋，一个帽子，也还可以了，主要人头多，十个人头。啊，刚才龙龟也没打死，不过这场龙龟的这个表现并不好，因为他这边的这个前期 gank 几乎是没有点出什么作用，相对而言我们这边的打野英雄 gank 也反正对于我这边来讲没什么作用，但是他前期的 gank 给自己的 AD 英雄带来一个双杀就足够了。同样的我们这边这个辅助啊，法魔这边还是给我了很多帮助，但是法魔这他打宝石他好像还不是个辅助，反正他从来都是到中路跟我抢一波兵就走了。我说了好几次这问题，就是你别抢我兵，你抢我兵之后兵线推过去了，然后对面就是往常是这样，法魔来中路帮我干他，他帮我把中路这英雄杀了，杀了之后他把我中路经验全给分了，就他是 A 兵，他把兵 A 过去了，然后你 A 兵吧就是还达不到一个让对手塔打小兵的这种程度，然后对手回来正好一大片兵，然后结果对面英雄就我杀了他一次，他还级别比我高，这就让我特别不爽。哎，这个法神嘛，宇宙法神。好，我这边刚才拿到了蓝 buff， 然后这边上路这边看能不能支援一下吧。哎呦，你看这双 buff 的发条，给李森个加速。李森，你倒往上走啊！我加速。不能白给你对吧，我准备给自己一个加速，反正我啊行了，他真不走，好多人好多双 buff 啊，这双 buff 拿了啊，其实我有蓝 buff， 我应该是让人头的，哎，不管那么多了，这个好多人啊，给他个大，别怂，哎呀你别怂啊，对上啊，跟他刚玩时光就是特别，就是你不在语音，或者说就是吧，不在语音的话就是很麻烦，就是你打的时候会觉得哎呦这真麻烦，哎，这他死了，好的一个团灭，就是玩时光你不在语音，然后队友不在语音，你没有办法跟他说，因为人的本能就是这样，这也不怪人家，就是说我没血了，我一丝血就赶紧闪烁撤，但是他不知道我给他伤害，这个也需要一个，除非是常年配合的信任的队友，因为他也不知道我能给他伤大。这你看这发条的大招，多恶心人！但说实话，这场的发条不太给力。我之前1750的时候，我是又碰到过叶梦书啊，他的发条太猛了。但是那场我安妮，就是我们是我是中路把对面杀崩，然后叶梦书是走上路把我们这边刀锋杀崩了，然后就输了。但是那次看完叶梦书玩完发条，我之前没觉得发条多 bug， 那次看完他玩之后就哎太 bug 了，这英雄真的是发条在高手的手里面真的是和在就是平常人的手里完全不一样，整体那种感觉就不一样，那种压迫感，哎又巧，哎呦呦啊，我给自己上了一个大，还好上了个大，撤了。大 CD 的时候我们没事啊，就是有 W 就用 W， 然后这样能重置大的 CD， 让你的大 CD 能够快点，所以说呢有 W 这个技能之后，时光这个大招的 CD 也就几十秒，短短几十秒很快，所以说这个英雄很恶心人嘛，对吧。但是话说回来，能用恶心人的英雄我干嘛不用呢，啊，对，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先追中塔，我也是说，最近这个，哎呦，看先加一下盾，快撤！那，我这边大招，反正大招我给了，好的，我鱼死掉，然后对面都是虚血，
啊，不对，刚才我大招没好，应该没给出去。我还有大，我有大招呢，我这边上一个，啊，给自己。啊，行，给他上个点火就死了。哎，我没蓝了，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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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啊，还好他被塔打了一下，这样是一个四换五。刚才我二了，我还以为我大招好了，然后我就点了一下 R， 然后给了点虚血的人，我还说我给了，结果我发现我大招 CD 有点长，还没好。好，这个最近也是这个很多人问我这个 YY 公会的事儿。我之前不是这个在这个 YY 里边推荐了一个 YY 吗？就是6850青雨公会，啊，这个是我一特别好的朋友建的 YY。然后我最近也是一直在他这里边一个就是这个我的频道里边在跟这个别人开黑的时候，就打排位赛的时候，或者平时开黑，我都会去那边。然后大家有兴趣就去吧。然后这个反正我也不懂什么加会员乱七八糟，我也不关心。反正我就说我在那块儿。然后还有人问我，就是开黑的话，什么去什么 YY 推荐的，我之前都不懂。后来我打听了一下，据说就是有一个 YY 号叫138的，这个 YY 人挺多的。然后这个开黑什么去都可以，因为他说138是一个这个什么全大区都有的。然后我朋友这个 YY。他是属于一个在网通区的，也是之前打网通是认识的。然后他这边也是正在刚刚这个招什么电信的什么管理啊什么的，电信123区的。然后就是我就帮他说一下吧。然后我确实就是我只要打的时候，我都好比说我跟法盟开黑，我就会拉法盟过去。然后我跟我陪番子楼主啊什么打匹配的话，我也会在这个 YY 开黑。然后有人说让我自己建一 YY， 我觉得挺麻烦的，因为你自己建 YY 的话，这个又没人管，然后我这边又没精力，所以就算了吧。就是我就直接就到我朋友那块玩，反正不就是个聊天的工具嘛，对吧？无所谓的都是。问完之后我说什么来着？想，哦对，这个。中后期啊，这个法川的凶结账是特别特别需要注意的。如果你想打一个完全 DPS 这个英雄 APC， 你别无脑对什么法伤，你一定要出这个凶结账。帽子加凶结账是一进就可以最大化你的攻击输出了，它破对手40%的这个法穿，加上你15%的这个法穿。等于49%啊，不是我算数不好啊，这个40%加15%，他是这么算的。先看这边，直接这个能给谁上大蛋就给谁上，然后这个大我看一眼，哎，我这大没有给法盟用上，哎呦，坏了，没事算了，留着吧，给自己留着。OC 走了。二零，哎，刚才我这边大没给好，两个人都死，就是我队友这边两个人死了，我都没按出去。哎，这刚才这不是我的，不行，以后还是得把 R 设成自动施法。刚才摁出 R 了，没点上。法盟埋我了。妥妥的给我肉盾。王森这边说应该给我，哎，刚才确实是我的失误。就是说法穿这个问题，天赋15%加上这个装备，正好呢是一个相乘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也不能说相乘，它这个东西很微妙。但是这两个东西你弄一块儿，你摁快捷键 C， 你看你的法穿是49%啊，这个很简单，就说明你能削减对面一半的护穿，这个组合那，就已经很足够了。他知道我在这儿，走，赶紧跑。说到 E 技能，E 技能在单杀的时候你可以给对面放减速，但是更多的在团战的时候，尽量给加速，就是尽量少用减速，因为减速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加速呢就完全就因为你减速目的很简单啊，让它降低速度，然后你可以把更多技能扔到它脸上，那对于你加速来讲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但是只是一个单体的。这边蓝 buff，
上一下，我鱼从后面上了。哎，完了，被 A 了。好，还好发条子，我这边打招给自己了。嗯 ，NOC 我就不管了。像现在我就是一直把 E 给自己，因为你不给自己的话，生存能力很有问题。哎呦，哎呀，被晕倒了。这边薇恩上了，薇恩之前装备很好，是拿了很多人头，现在应该能拯救世界了。现在是1400多块钱，我这边出一个这个灵媒吧。灵媒中后期可以转一下女妖，主要是这个发条真的是这大招太恶心人了啊！这里也说一下啊，对面有发条尽量出女妖，因为现在大多数人就是我玩 AD 开始的时候，我喜欢出水晶系带了啊，因为系带这个东西很好 ，CD 降低了，并且呢这个能够帮你解一下定身啊、晕眩什么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但是。打发条的时候，像这种能改变地形的这种大招，你一定要出这个女妖，因为你出水晶没用，因为他已经把你拉过去了。你用你这个水晶你解，你解了只是其他东西，你解完之后你还是在被他改变地形了，所以还是女妖好一些。当然，发条这东西也是挺烦人的。你说出女妖，他先拿球砸你一下。砸了你之后破你盾之后再玩他，你也会被拉过去，所以说这个英雄特别烦人。这场我比较顺，人头比较多，拿了14个人头了，这个装备出的还算快。阴一手，这边NOC 说去买药水了，那我们就等等吧。刚才其实可以考虑打一打这个 buff， 我去拿下蓝。哎，还好没打上。跟对我说一下，我要去拿蓝了。好，稍等一下，我这边对面这边应该是要压过来了，这一波的话其实可以把他们引过来打，在这边僵持一下。现在不能直接打还是有危险。哎，踢啊，直接上了李森威武 NOC 插入上个炸弹啊，鳄鱼从后面上，好的，这边给鳄鱼一个减速，然后这边应该是能给他激活秒掉。他这个位置太二，他直接是被温晕住了。前面这边，我这大招给了法魔，然后反正这边很乱嘛，我就随便扔炸弹了。等一下 ，EZ 我扔不到，哎 ，Q 没，哎呦，闪过来 Q 没 Q， 哎。发条啊，死了，发条死了。EZ 这边，我这边闪烁之后丢了下视野，哎呦，真烦人。好，这一波我们应该是4个人，然后 VN 可能死了，然后
对面应该是死了很多人。要准备再打一波，刚才对面死了两个，龙哥这边血不多，应该能给他偷死，开加速杀啊，死吧小伙儿，行，龙龟死了啊，死了之后可以去打这个龙了，可以打这个男爵了，这个 buff， 因为对面的主坦克没了啊，其实现在龙龟也不能说他们主坦克吧，还没有鳄鱼肉呢，但是无所谓，四打五我打这个 buff， 你敢来抓的话呢我就跟你搞，然后你这边就团灭呗，对吧，鳄鱼在这边插个眼都来了，差点被抢了。好，拿了 buff 之后就无敌了。上来，我先往后跑吧。我这加速，我这技能还是给自己加速了，没给对面减速。其实我可以给法魔加速，但是法魔他这个账号他打的是移动速度雕纹，加上五速鞋的话，还是没什么必要给他。法魔真是挺爱琢磨的，他这个移动速雕纹确实效果还不错啊。我之前觉得这雕纹很废，现在我完全改变这个想法了。我下路这个拿一下这个龙小龙，然后逐渐的开始推，这波有 buff， 续航能力也很好，恢复能力也都不错，推一手。哎，这边发条出来了。那发条就死了，这边有惊人技能啊，对，威恩过来跳过来直接有意直接死了，这个发条有些就是没有注意当前形势啊，出来之后，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对面又死一个人，那现在又是一五打四，我们这边还有大 buff， 那是肯定一波推了。往后撤一撤，龙龟扛不住，威恩打几下就不行了，上两个炸弹，应该是没死，没关系。哎呦，这个要去哪儿？我这边打的也给自己了，刚才我扛塔来的，那我就不进去了呗。对面团灭了，好啊！我刚想说我们这边一个人没死啊，结果发现还是宝石死了。好，那这场应该就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能拿下了。好，那在最后呢也是说一下这个 JY 淘宝店啊， eslovejy.tobo.com， 然后也是有这个目前有活动，买长袖和卫衣送这个相应的鼠标垫，然后包括这个所有英雄所有皮肤是都有的。好的，让我们在下期节目中再见。